支持者夹道欢迎准总统，不止婆婆妈妈抢着握手，民众拿出手机想合照，赖清德也放下脚步合影。准总统赖清德展开为期2周的全台卸票之旅，首站就来到高雄左营元帝庙上香还愿。因为民进党不止在左南拿下关键席次，立委八席全垒打，总统得票率更是全市第二高。我们这个立得票率71%呢，江夏哥呢，这哇，跟大家说多谢一下吼。但是最后，我特别拜托大家，因为咱未来啊4年的期间，会碰到的困难还阁真多。我们勇敢面对啦，我们拜托大家继续支持哦，好，不能票动算了后就再放下去嘞。为了答谢乡亲的支持，赖清德邀请大家520到总统府参与就职大典。不过胜选之后，责任才要开始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就当面调侃赖清德：“我相信讲后盖责任真重啦，吼。”啊！你看我今仔日，我两个即摆看起来差不多吼，后盖做总统会老足紧的吼，所以恁的市长会阁足少年的。赖清德一个上午连拜了高雄3间庙还愿，下午又赶到屏东市代天宫参拜，同样受到大批支持者包围，要求签名。现在看到台湾，我即摆是台湾队长嘞，啊，你拢台湾队员哦，好唔好？啊，咱即摆选举煞，台湾队没有解散嘞。不该耍哦，不该耍哦。咱台湾队永远拢是台湾队啦。选举的时阵出来抽票支持邓票，啊，平时咱伫个咱的工作上认真拍拼，发挥咱的功能，好唔好？赖清德说，这次大选的结果，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都称赞台湾勇敢对抗中国，也呼吁更多的民众加入台湾队，一起守护台湾。民视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